尽管今年的快男比赛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止步于长沙赛区的郑智力已经抢先一步推出了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捡什么飞》。日前，郑智力就带着自己的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现身广州。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的郑智力擅长原创，曾参加过各种比赛。在2022年山东卫视《天籁之声》广州赛区中，自弹自唱的新作《捡什么飞》就以及诙谐幽默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在网络迅速窜红，并被称为“胖子的自疗神曲”。活动现场，郑智力为歌迷送上多首新歌，让歌迷大饱耳福。受那些美味，何必让自己受这样的罪？女生们要小心一点，小心避开会变成。新歌以外，当天还有不少好友到场支持郑智力，大家更在台上飙歌嗨翻全场。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天天掉落，慢慢的疼痛，慢慢的疼痛，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优酷娱乐张博广州报道。